这个滑板鞋感觉不太好打的。带的还鼓，这是我活下来的我直接不闻了，好吧，经验我也不闻了，我操，学 W 啊，哎，没办法呀，对线人家对线比我们强，哎，机器人被办了，不然他妈掏个机器人弄虐他了，对线是真不好打，什么 Q 啊，卖个门。哎呀，压力太大了，还好他们打野不在下半区了，在的话要被越了。他妈双射手本身卡莎这英雄对线就弱，还打双射手。还行，没事，等我们只要打赢一波小规模团战就好了，只要打赢一次就好了，问题不大，加油就好。这玩意儿温的，这个地方我必须出手拯救。20刀了，哎，那马上30刀了。反正有他们和他们中单在下面。
别追了，我把那个线推进去容易吗？我 ，OK， 还没推进去就是胜利。 那我卖个药水吧，那只能卖个红药水，卖个费用型药水，不然我钱太多。这就是我们卡萨狗单体 Q 啊，我们卡萨狗是这样进化的单体 Q 一套加 W 一套伤害就这么高。 挨打要立正，好吧，爽，就不用动脑子，那过去就是一个 AQ W， 一套直接打完，我说动什么脑子，不用脑子，这不比 EZ 好玩 ，EZ 是什么？真不什么 ，EZ 这把选出来对线也不错。 啊！我一套打完了呀，我又没重刃，我不可能跟他对 A 吧？对，那真没道理。 说这个 W 还是蛮关键的，然后杀 W。 哎，说实话，但这样我好像。 我一个 W 触发被动500血打那个车，肿得很好。 把卖个破绽。
就来了。上一集我用的进化 Q 了，无所谓的。生存意味着永不止息。是啊，会缺难会啊，但是。但是你要想啊，现在蓝 buff 二十分钟之后，大家是都吃的蓝 buff 都有的，所以就不缺蓝了。然后对面也是啊，对面吃了蓝 buff 都有，你把对面嘎了，是吧？所以还好现在的蓝量。看现在我还可以去吃个蓝，多爽！这样出装是否缺蓝？但是能吃蓝 buff 就不存在了。看哥们的伤害，两个 Q， 两个 W 就把他宰了。好，又吃一把，好爽，又混一把。